爱的车，虽然拼拼拼拼，为了理想扛下就受风。可爱的车，虽然阿斯巴拉坚持到底，天公你终于好你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风子燕。黄珠生、黄子轩，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听董事长的音乐，然后开始乐团，大家玩团写歌这样。因为阮爸爸是福州人，妈妈客家嘛，啊，所以其实我较早的时阵台语讲得还可以，但是后来因为我讲客语那个文法比较多，我后来都把那个客语的文法带进去，常常会讲错，有时候忘记我在讲台语这样。这次把那个客家腔改最。客语版本来唱，有一些困难、啊、因为可爱这两个字，可爱这两个字，在客家话，温公点一下，它变三个字，所以那个字我就一直想不到更好的。但是其他的就，比如说走四方啊，我觉得好像天大地大走四方啊，那个四方在客家是形容宇宙。一开始我就觉得我只有华语嘛，然后后来我一开始要写客家话的歌曲，其实写不出来。一开始我写母语的歌，其实是一半一半台语，一半客语。啊、慢慢的那个比例，客语越写越熟悉以后，客语比例越来越多啊，后来就如虾如嘴的去客语。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可能像客语也是一个职业圈呢、啊，看越多，然后学习文法也越学越多，然后开始觉得客语有些语韵很有趣。再加上我在新竹，其实客语还是相对比和罗为较弱势，两种语言互相搭配使用，我们还是强调是做母语嘛。可是我觉得在新竹市这种和罗人较侪所在，你唱客语，有时候那些隐藏起来的客家人，你会鼓励他们用自己的母语讲话沟通。可爱的车，虽然拼拼拼拼，为了理想扛下就受风。